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0集，哎，不知不觉1500也到了第十集啊。那么我们节目的话呢，是透过变形金刚的玩具呢，来跟各位同好朋友在网络上闲聊交流一下把玩玩具的心得啊。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各位呢不吝啬的呢一键三连啊，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在 B 站已经停留6万多个订阅数，停在6万6已经很久了啊，一直很希望呢能不能够拿到10万的这个奖牌啊，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达得到。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的是 Hasbro 官方的传承系列 Little Christ 的闪电，这款玩具大家期待度比较高。那么 L 级的玩具的话呢，算是就是美版大货里头的算是旗舰级的作品了。那从后面的官图来看，其实我个人还算是给高分的看上去玩具还挺扎实的，但是色差的部分呢，感觉跟玩具的实体有一点大。可以看到呢，整体照片还是偏黄的成分比较多。如果说呢，你是前面的彩绘的话呢，由于各种霓虹灯的这种不同的打光就算了，但是你后方的这个色差感觉还是有一点大。但是呢，我必须说，玩具的本体的话呢，比合绘还要来得好看啊，这是比较值得庆幸的。说明书呢比较大张，那变形的步骤呢，说明书写的太过繁琐、太详细了，可能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说明书看上去会让你觉得好像非常非常的恐怖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配件呢都给安插到上方去，是的，它有一对。这个看上去呢，怎么看呢都像是某个巨大机器人的手掌的配件，目前的话呢，我说明书上也看不到，我不晓得这是之后是不是可以在哪一个人物的身上的使用的一个配件了啊。以及后方的话呢，有一对的枪，还有一把剑，全部把它安置上去。作为一款 L 级的玩具呢，其实它的身高呢会让你有点小意外吧。这个是 Voyage Class 的天王星，两个的身高的话呢很接近了。那如果说我们一样拿出G1 系列里头也是近期推出的这个格威龙你就会发现一样是 L 级，但是尺寸相差非常的大，但是玩具的零件数呢比较多。这两个玩具呢身高差不多，但是拿起来的话呢，这一款闪电明显的会沉重的非常的多。那么呢，它的玩具单体来说我是中奖了额头上是有一道伤疤的，我相信应该是只有我吧。我目前网络上看了一下，好像其他的没有这个状况。而这一次的玩具，它在盒子里头呢是以坦克车的形状做包装的，那本来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你根本就看不到里头了，所以这个就完全是我个人运气不好的问题了。那我们先把它的这些配件给拿下来，首先是这一对巨大的手掌拿装在手上的话，它一样是可以不影响什么可动啊，但是它的握法呢是这里面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凸啊，然后呢再把这个拳头的话呢是小臂的这个洞转到外侧，拳头转这个方向的情况下呢，用这个拳头的去握住里头的这个凸并不是去扣上面这里并不是的，如果你扣上面的话是手的话呢基本上是扣不到的。那这个再给各位示范一下，其实它这个插孔的话呢非常的浅啊，其实握的呢我觉得没有说很稳啊，建议各位没事这个就拿掉好了。那它本身还可以再做一个拆解，你把它拆开之后的话呢，它是可以收纳到里头。那么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洞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那就这个把它给扣上去。但是扣的时候呢，我建议各位呢稍微把它扣上就可以，也不要说扣得非常的紧因为你扣得太紧的话呢，扣出来的话呢是可能要用一下道具那我记得我这个地方我当时是用一个东西从这一挑，一挑结果它立刻就白痕了。这个是红色透明件，各位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就注意一下安全然后有个水口，我的指甲上面也有水口所以我也是官方出品的，对吧？再来我们就看到它的一些，直接看到它的本体了那玩具比较小，我镜头呢可以放低一些。它的武器比较让我意外的是这个剑呢这个果然是良心企业为了保护小朋友不要伤到孩童所以他用那个软胶不过也不是说到算了还是有点软，不过这个玩具在盒子里头收纳的时候呢，它的收纳的方式还可以，应该不至于说会有这个变形的一个状况。那握持在手上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么枪的话有2把，如果你要让它做个双枪侠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拳头呢可以转动
它的可动的话呢，就顺便给各位顺便看细节看一下啊。面雕好看就不用说了啊，这个墨镜的话呢非常大一副，红色的反光也很漂亮啊。啊，就是我头上这里有个疤痕，越看越明显了。狂派的标志的话呢，也在胸口。那么它这个胸口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是从后面折过来的，所以它这里的立体感要比较强啊，因为它有分件的关系。那身上的银漆也不少啊，胸、腰、大腿啊，这一次的涂装我觉得还算可以。裙甲呢可以掀起来，然后呢这里是一个非球形关节啊，当然了 L 级你要用球形关节就很可恶了。外百内收的位置呢在很靠上面啊，膝盖的话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脚踝的话呢当然也是有接地的。鞋尖要放下去的话呢，这个地方要给打开啊，才能够往前面放。那么这一块部件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放在前面很奇怪，你要推到后面去也不是不行的，但是说明书的话呢是要求我们把它推到前方来，那我们就推到前方来好了。那么呢它的腰身啊当然也是可以转动，但是它这个腰转的话呢完全是提供人物可动，它在变形的时候呢这款玩具呢是完全没有使用到腰部的旋转的。以及它这一次的话呢，这里真的是多做了一块的这个盖板，在人形的时候呢跟载具的时候呢啊都是有进行到遮盖这个遮丑的一个状态。然后背包的话比较可惜，它这个地方啊我发现是没有办法完全扣稳的，我找不到可以扣的一个地方。那么背包的部分呢是这里啊，这个地方跟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各位你在变形成人的时候这个地方啊请记得把它给扣上去之后，最后再把这个地方给压下来，它这里还是有两个凸跟凹的，把它给扣上去，头可以往上开一点点。那么整体来说人物的造型我觉得算好看。那么脸就不能变了啊，之前 IDW 的这个 Voyage Class 是可以有一个三张脸孔的变换的，那么这款 L 级的话呢就没有那个功能。然后人物的身形比较矮小啊，这可能是比较容易大家吐槽的。那么至于这两个东西是做还有什么其他用途啊，这个就各位如果知道的话也不妨给我留言了。我们接下来呢示范它的变形吧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手臂啊这一块部件先往外推出去，拳头给收进来，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呢给做一个旋转了，转到上方去。总而言之呢，你把这个你还是要把它恢复到这个拳头侧边这个洞呢是在外侧的，推过来到这边基本上呢先把这个手臂的话呢暂时以这个形态来做一个摆放在坦克跟飞机的状态下它都是这样子做一个存放的先把这个地方给推开，这个洞给弄出来，再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再来的话呢是把这个拳头侧边这个洞转在外侧，这里翻上来，这个地方呢顺势摆上来，然后记得这个手臂要整根给打平手的话呢暂时到这里了不管是坦克还是飞机都是这样子收纳的。再来我们把这个胸口这块给打开往上面挑上去，然后整个的话呢先把它给松开来，再来我们把这个头这一块抠出来，如果不好抠呢你把头往后面往后面一推不对直接抠开就可以了。然后抠开之后的话它头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翻出去那如果你要变成这个人的话只能从后面前面这里会卡到，那我们就把它翻过去。我们现在要先变形成坦克，先到这里飞机的头的话呢我们就不伸出来了，这个地方呢再次把它给扣回去。那么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来变形一下这个炮塔先变过来好了，炮塔的话呢是这个地方把它给挑开，炮塔给翻出来，然后盖上，旋转180度整个炮塔先让它到后面去。我们先把腿给变完，腿的话变形也是很简单了首先的话把这个地方翻开来，我们把这个两个这个都合起来，那这个腿的内部变形比较简单，你就从这个地方有个锁扣把它给打开来，整个给打开只是方便说呢我们把腿给缩短而已，这个地方有个连接杆往内放进来到这儿，然后呢压回去之后这个地方的话东西呢全部原封不动的我们再次的把它给压回去就可以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直接整个全部打开，然后呢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锁扣，锁开之后就推进来，然后原封不动的把它给锁回去，原封不动的锁回去到这边，然后呢把它给扣回去，然后呢两腿呢做个合并非常简单的合并。那这个脚的话呢要记得把它给这个侧边记得把它给收回来。
那么到这里之后也变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直接的把它往后面放过来，然后这个地方记得我们先把这个炮塔给推开，然后原本这里刚我说过要扣起来这个双盾关节啊，就把它给解锁出来了，这边也是一样解锁解出来。好，到这边接下来就开始做一些合并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块部件往前推出去，然后呢这个像是尾翼的部分呢给打开包覆下来，到这边下面到这里，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以及啊有一个地方比较不容易去发现的，就是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钩的，它扣进这里，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那么顺手啊，但是也不是说扣不到啊，你懂。总而言之你要记得有这个地方要扣，然后呢这里啊要进去的话呢，这块部件会干涉它，我的习惯是直接用塑胶的韧性啊就把它给 cover 过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先把后面这里这个地方双盾关节打下来之后这里扣上，然后呢这个地方利用这个塑胶的韧性直接的把它给压进去就好了，然后呢这里就刚刚提过了，这个倒钩跟这个地方要扣上去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捏一下扣进去，好，这个地方再推进来，最后的话呢把这个这个原本这个飞机的这个翅膀给收到底盘去，那么这一侧的变形就算 OK 了。另外一边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记得这个地方双盾关节整个给打出来，那你也可以这个时候先把它给好像可以先把它给扣上，这个地方再打开推进来，到这边塑胶的韧性直接让它过去就可以了。好，后面这里再把它给扣上，好像这样子更流畅一点对吧。那最后这个炮塔的话呢就抬起来往前面啊，这里有两个结合卡扣推上去，我们的这个最后这里两个这里一样把它给扣上。那它的一个坦克的形态应该就变完了啊，这个滚动性可以给各位展示一下啊，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好。那么这是它完全没有把这些配件都给搭载上去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我先把镜头放低一点好吧，这个玩具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小啊，镜头越调越低。那么大小尺寸的话呢，可能比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大概 1.5 倍可能吧，但是重量还可以啦，就比较沉一点。那我们拿一个，我最近刚好把这个孔标拿出来吧，那这个孔标特别大、啊、我们就不能这是仅供一个随便一个参考啊，这样子 OK。 那么它的其他的配件的话我们先不搭载，因为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坦克怎么样。它的这个地方绝对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坦克形态在 这一块凸出来，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脸在这边是吧，你就算把它转个向呢好像能不能转应该是可以吧，但是从盒子里拿出来反正它就是这个形象，那我们就让它暗中观察好了。那炮塔的话呢不能上下，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动，但它上下左右可以转。那么以坦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炮塔只要能够转动成这样我也就给一个至少及格的分数了。然后它的这个配件的话呢可以安插在这个地方，这里两侧你看这一侧有洞，那它就是要把这个洞扣在这个地方，扣在这个图，然后前面这里的话呢就是会刚好卡到这个缝里头去，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到这边。我弄错了，不好意思，是这边，这个才是在前方啊，这样子你看睁眼说瞎话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凸卡进这个凹槽里头，这个就也是一种人生经验吧，讲错了就一本正经的把它说到完。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就感觉像什么，像战戟对不对，就那个两侧有两个很大的，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加分还是扣分啦啊，但某几个角度来看可能还行，但是我是觉得就我还是那个一句话啦，就它这两个部件究竟是就要给哪一个人物的配件是不是啊，然后附在这个闪电的这个包装盒里头的感觉嘛。那它还有一把这个剑，那这个剑的话呢我身上的话呢就你如果要单纯只找一个洞的可能找不到，除非你要扣在上面，但是扣在上面我觉得很丑啦，所以就还是把它扣在侧边好了，然后转到这个方向好了，当作没看到吧。那在这个形状下它这个转动啊，这两个大炮大的这个火炮装置是不会影响到转动的。那坦克的形态呢我觉得还算可以啊，至少会比等一下的一个飞机的形态的话呢会好上不少啊。
进入它的坦克车往战斗机变形的过程。那当然之前的话呢，我先试着把这个人头的如果转180度就会变成这样，至少看不到人脸啊，各位可以尝试一下。那接下来的话呢，各位应该可以准备吐槽它的一个飞机的形态了啊，各位可以准备好了。那么呢，从坦克变成飞机的话呢，主要的变形过程呢，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先把这里给第一个步骤先把这个地方给翻开来，我们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尖头给翻出来。这里的话呢不好弄啊，所以我还是使用一下道具好了啊，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尖头给翻出来。但它的变形的坦克变成飞机有点像电钻的感觉，过程的话主要有两个地方变动。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背包的部分呢给回复到人形的状态，就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呢这里锁扣解开啊，那还有这个地方沟槽这里把它给解开，把它这里给解开，然后先回复成人形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地方往上反折啊，这个卡扣记得把它给扣进去，这是第一个步骤，先把它给扣到这里来。那么第二个步骤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尝试的呢把这个腿给打开，我们把它的从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打开，腿没有要伸长哦，并没有，我们只是把它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从里头翻出来，然后原本这个机翼的话呢要往下翻180度啊，待会会变成是在内侧，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翻出去，整个翻出去，这个部件往下翻，那记得两腿呢再次把它给合并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手臂呢从这个地方松开，直接往下面推下来，从这个地方啊，它是啊上面这个结构都不要动啊，这里松开来打下来，然后这里只是一个紫色的一个凸，紫色的凸，它一样要扣，这边有一个紫色的一个凹槽，从这边下来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到这边。那么呢这个手臂呢跟翅膀呢是没有结合卡扣的，所以各位也不用特别去找了，并没有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那么手臂的这个部分后方的结合完全是靠上面这里，它有四个卡扣要结合首先两个是在这里，就原本就已经扣住了两个地方，两个紫色的凸，这里两个紫色的凸要扣这两个，以及这两边多出了两个凹，它就是靠这两个凸去扣，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往下放下来就可以了。那四个卡扣呢扣的顺序呢我觉得可能都差不多你可以先扣后面这两个，然后再去扣侧边这个地方，对，把它给扣上去，调整一下压上去就可以了，公差还是蛮准的，玩具的容错度很高，这也是官方玩具的特点。好，都整个扣好了，那么底盘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炮这个地方再把它给扣回去，这个地方扣回去，然后炮塔的部分就这样子再压回来，以及这块部件把它给放到底盘去。那这里的话呢是无论如何都是会有一点小裂缝啊，这个我已经调整过很多次了都无效的，那这个这块部件往前面翻出来，把它的这个顶部这个造型呢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补充。那么这一款这个 L 级的这个闪电变形成一台战斗机的一个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勉强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吧，它的一个它有一个起落架是吧，我记得是我记得有个起落架去哪这个地方是吧，这里起落架在这里把它给扣出来。好，这个这个是往后放吗对对对，这个炮塔是往后放。好，这里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有一个这里虽然有轮子，但是它是给坦克用的，在战斗机的情况下还是使用不到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底盘非常厚的战斗机。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吐槽说这个已经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的四不像，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在变形金刚的这个世界里头啊，这种三变战士如果是玩具的话了一定会有一个形态的话呢是比较被牺牲掉的。那么由于这种牺牲呢，有时候会导致说有些官方的玩具直接给你出阉割版比方说大黄蜂电影里头的这个那两个反派都是从三变战士，那么玩具都是只有给它出成是两个变形的一个形态，然后出两个玩具一个变成车子，一个变成飞机的形态来卖。那么这种三变的玩具其实不多那其实都还蛮珍贵的，三面的玩具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受欢迎。那么这么厚的一个底盘如果说呢你在这个时候
把它的这个配件装上去的话呢，可能稍微好一点，可能稍微好一点。那么这个配件要装的话呢，我们就必须把这个脚底板给打开。它这个组合的话会让我想到这个超时空要塞马克罗斯啊，不是，讲错了，那个机甲创世纪啊，机甲创世纪它不是有一个飞机的话，它有一个型号的一个飞机，它是可以后面再拖一块，拖一个后面一个加长的一个机器，一个另外一个飞机的，它会变成这个形象。由于它整个往后延伸的关系，所以它的视觉效果有感觉比较好一些。那我们这个枪一样把它给扣上去，从侧边。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这个枪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了，因为这个相较于本体的巨大来讲，这个枪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然后这个键没有地方可以放，如果你要放底盘这里的话，它会翘起来，那你可能就是收纳在侧边。但是这个收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里这块可以稍微抬出来一点，往前面，或者你要往后放也可以，这样子完全把它隐藏起来。那如果说你要自欺欺人，用一个朦胧的眼睛看世界的话，你还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喷火的特效键，可能感觉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还是要说，这个配件在飞机形态下有对这个玩具的造型加一点点分数，但是它就更不像闪电的那个形象啊。那你看你怎么取舍，反正这个三变的这个飞机的形态被吐槽，我是觉得已经可以预料得到了。那么这一期的话呢，就算是给大家做完这个传承系列 L 级的闪电。整体来说的话，人形应该是最棒的啊。通常三变战士呢，我可能会喜欢其中一个载具，那么人形可能是排中间，但是这一次的话，人形反而是最好的。坦克形态的话就比较居中，那么飞机的形态呢，可以说是被牺牲的最大的。人物没有什么比较松垮的部件啊，没有，这一款的做工还算过得去。那我个人是中奖，头盔上面有一道伤疤，那么关节的紧实度也都蛮 OK 的，没有什么其他 QC 上面的问题。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